朋友那场杂技，嗯，那个朋友杂技。芬妮，唔好意思啊。嗱，而家接咗一二三四五六嘛，我哋喺中间落啦 ，OK？ 嗱，我唔会咁大只噶啦，因为咧，你如果你揿到咁大支咧，咁大只字咧，笔搞唔掂啊！嗱，嗱呢个高空勾系咪啊？嗱，你系咪冇身材啊？睇唔睇到啊？系咪？OK？我不是说你的人没得看啊，现在示范你们就是看一些不顺。这些气势 你带得不够带落一点，应该在上面落的嘛，不是打横的嘛。而家錄影係睇翻我寫啲筆順，咁你咪知啲字係點樣寫咯。嗱，嗱點？我每個字都要粗油咩去實，但係我唔知邊度應該可以叫做實，係睇你，但係你。你又好似唔知邊度行，又好似呢度又做虛喎，順其自然啦。唔得噶，唔夠。咁虛則實之，實則虛之。嗯。呢度撳落去咪粗咯，呢度行嘅時候咧，帶佢上去嘅時候咧就唔好粗咯。好似你撳落去，佢先係側啦，定係向上撳落去，一定係側方咁啊。咁啊先，係啊，嗱只馬就好慳啫，係咪？係。又是这个位置了，嗱，你又是男女身材了，好了，拜，嗱，我哋学过啊嘛，你有个空间位噶嘛，呢度唔会跌咗落嚟噶嘛，嗱，我哋行嘅时候啦，呢度咪侧风揿落去啊，呢度咪有啲咯，呢个唔系关键，都唔系喺呢度。是你寫下去的時候行這些時候呢，一塊的時候呢，我們連筆呢不會突然間，我在下面寫一下不要緊，因為這個是連翻給你看。譬如你們寫到一大，那就角咯，角你行得慢咯。好了，那這些就看到你行得慢咯，快呢你看到個速度嘛，練又練埋呢啲，唔係淨係學嗰個字嘅時候啊，學書法係學好多嘢就咁解啦。